前面白花花的，我这刚来呀，刚退潮，现在这白花花的，我今天来的早，全都是海鸭蛋呀，这是海边鸭子下的哈，你们可不要误解，嘿嘿，这是海鸭蛋，哎呀，快收吧，海边好多鸭子都是散养的，知道吧？这种跟那种大白蛋那种不一样哈，你看这个小，哎呀。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多给我们点点赞，你们的点赞其实我们都看都知道，知道吧？哎呀，上次还给点赞多的，我给他送了一个小贝壳，哎，皮皮虾好小一只，你看又一个又一个，哎，这还有皮皮虾，咋这么多，就是有点小啊，你看这还有，这还有，这个头可以，哎，不要了吧，你看好多皮皮虾啊！我前面发现了一条鱼，哦哟，这么大！哦，这是个大光鱼，都臭了都，你看看，都臭了，都臭了，拿出来看看，一下都，哎呀哎呀，我都闻着臭味了，咱就不要了啊！这么大，可惜了。看呀，这么多毛蛤蜊，一定要小点声，因为它们的舌头都露在外边，看见没？哎呀来！这个最明显了，这个血红血红的大舌头，看见没？那前面还有两个海参，看，哎呦，我今天来的正时候啊，来的不早不晚，正好人也不多，今天，哎呀，现在天热了，人我发现我也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些地方的，就来了两个海参，哦，不小个头哈、啊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多给我们点点赞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我自己来的，牛牛没来，今天有点热，一条八爪鱼，我、哦、呀，这是开屏了呀，你们看这脚脚在这儿，脑袋在这儿，这是开屏的八爪鱼，哎呀，一般的话他们都在石头底下钻着，你看你看又开始开了又开始开了，都在石头底下，这直接出来找我了都，前面有海星，这还一条八爪鱼，你看这个它就钻在石头底下吧，哎呀不太活了，哎呀好可惜呀，收了吧，管它呢，先收了再说，哎，抓海星吧，今天哎可惜了，那条鱼那么大，哎呀真是的，如果是我昨天来发现它或者前天来发现它，应该在那儿有个一两天了就好了，真是的，看这个大毛蛤蜊，哎呀收两个，这还一个吃小屁屁虾子就不要了啊，哎呀嘿嘿，这也太棒了，又一个，给它洗一洗，使劲洗一洗，看这海星都有两个爪了，但这个应该是还可以活哈，咱先放这儿吧，就不收它了，好小的海星啊，这个一个爪，嘿嘿，海凉菜一朵，两朵海凉菜有点少呀，大的话或者多的话我就给收了，回家做个海凉粉吃，看这个八爪鱼露着脑袋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出来吧你给我，嘿嘿，哎呀我就喜欢拍它活的啊，你们别说它是死的，都在这大口的呼吸呢，就是活跃度没有那么强了，嘿嘿，这还一个八爪鱼，这个都出来了，这个看见没，哎呀我就喜欢拍它，你们来海边发现这种八爪鱼的时候也可以尝试拍一拍它，也挺好玩的，都发现这个海凉菜也不少呀，你看，但是就是这一朵太小了，如果大的话我就给收一收，你看都好小啊，哎呀你看这个海星这个动作呀，有点不太雅观呀，是不是，呵呵，你看还有好多呢，海星个头都不小，都是五脚朝天在这晒太阳呢，是不是，我是不知道呀，你们知道吗，呵呵，哎呦八爪鱼，哇哇塞，你也是晒太阳吗，咱进桶吧，你给我还有吗八爪鱼，有一个海参，他们两个为什么在一起，我有点疑问，收了吧管你呢，呀又发现毛蛤蜊了，刚才开着口呢，
这一下这口又关上了，哎呀，可能是我的动作有点大，惊动他们了。看，又一个，这还一个，这个地方貌似是大圆贝。哎呀，我来了，圆贝们，发现圆贝我就高兴。哎，哎，有没？没了。哎，三个。哎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四个没了，差点给漏了。你说我赶海经验是不是有点丰富？眼神也好，你看这个扎进沙里了，直接，哎呀，都碎了。有可能我踩到它了，刚才，嘿嘿，带走吧。前边还有好多海星啊，你们看见了吧？哎呀，海星真多呀！现在季节到了，没办法。这其实我也不太想捡，但是它就是。海星它现在多，真是没办法呀！你们快抓紧来赶海吧，现在海星就是多，收快点抓海星。海星就没啥展示的，反正它能吃，看它就长这个样儿，是吧？这沙滩上咋插了这么多大绿贝呀？我们这叫袋子啊！哎呦嘞，这好大呀！你看看，大吧？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那还有，是吧？哦呦，这个大，哇，太大了吧，这也，收，还一点小海虫不要了，哎呀嘞，收吧，这什么？哎、给它使劲洗一洗，回家的话就不用吐沙了。大家喜欢本视频的，给我们点点赞，你们的赞我还是啊，我们每天都看。我们其实也都知道谁在点赞，谢谢你们喽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给他使劲洗一洗。还有一个螃蟹，你看，嗯，这个螃蟹这么大呀，咋？呜、哦，哎、哦、呦，不活了，哎，不活了。我闻臭了没啊？嗯，没臭。今天有点热，这有一条八爪鱼。这个八爪鱼也不活了，这个地方水有点烫呀。海虹，哎呦呦，今天有海虹吃了，呵呵，要爆桶的节奏啊！哎呀，我都拿不动了。你看，哎，这海虹咋还有？这长得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跟你们说一下，这应该是海葵，看没，红红的。哎，这是海葵的一种，应该是哈。我看别人的视频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这一个大扇贝肉，你的壳子呢？这可不是。这种红的海葵我还是头一次见，很少见。这有又一个大的绿贝，给它洗一洗。我再重申一遍啊，很多人他就问我一直，这里边到底有没有珍珠，有没有珍珠？哎呀，我是真不知道呀，它就是跟河蚌长得差不多，有没有珍珠我真不知道。有好多朋友老是问我这个海参。哎呀，我刚才还没看见，准备翻这块石头看见了。这前边有螃蟹，看，哎呦呦呦，那还一只，颜色还不一样呢。哦，有嘞有嘞，哎呦，活的，哎呦呦呦，真调皮呀、啊！先给我进桶再说，你给我。哎呀，这个也活的，哎呀，不给你们看了啊，这个确实活的，还想让你们看看活跃度。哼、嗯。哎呦，这个螃蟹咋这样？这是绿的，再给你们说一遍啊！好多朋友就问我这个绿的是什么？这叫海菠菜，以前包包子吃，我们这儿现在生活好了，没有吃的了。哎呦嘞，这个螃蟹是紫的，很少见这种啊！看这一个海虹，看没？哎呦，这个海虹呢，上面还长了一个，你们知道这什么吗？考考你们啊，我就不说了，这什么？考考你们啊，打在评论区。嘿嘿，我是真不说了呀，一定要考考你们。嘿嘿，哎呀，看看你们跟我学的海洋知识怎么样了啊。海虹，这一个海凉菜，你看。哦，这个管道这边还有一个螃蟹，哇，在这吐泡泡呢。这个还有一个海星呢，你们看，先抓这个螃蟹，别让它跑了。哎呦嘞，好活跃，这螃蟹，你看这个地方水就好深，说跑就跑了。所以说我轻轻的，看这又一个大绿贝，这大肉呀！哦呦嘞，你们看看，
像不像扇贝那个那大肉，就吃这里边这个贝柱啊。有好多朋友还说，你看这你跟这个树轮似的，一轮一轮就说了多少岁。哎呀，海星进虫。哎呀，又一个大的，这个小的，这是海虹，可以收了，回家吃吧。海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同时发现了三个派大星。哎呀，来不错，派大星来了。呵呵，好多小朋友都知道这个叫什么，是不是？哼，因为他们喜欢这个。嘿嘿，哎呀，洗干净点。好了，干净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不一样的，这也是海星。哦呦，这些小脚脚来，但这个不叫派大星啊，嘿嘿，这个就叫五角星吧。真漂亮。这里还一个五角星，前面还一个绿贝，先拿这个绿贝吧。哎呀，这个真大呀，你看比我手掌大多了哈。再看这个五角星，哎呦，这海星不活了。今天这个天太热了，这螃蟹都不活了吗？难道？哎呀嘞，我是看你一动不动啊，过来水温这么大你都不动，我就知道啊你差不多了，就看呗。今天排水口又出大祸了。哦呦呦呦，这不叫石锅，这叫黑头鱼呀。喂，哎呦呦呦，我以为不活了，什么情况你？哎呦，你看他嘴里吃的什么？吃了一条小鱼是吧？活的，这黑头鱼好贵的，40-50一斤，收了。哎呀嘞，还挺肥的，这一条八爪鱼，看，一条短腿小八爪，哎呦呦，吸力可以哈、啊，也带走。嘿嘿，大家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给我们点点小红心吧，谢谢喽。咦，这还一条，呜，惊到它了，惊到它了，看没，头里还带着大米呢，脚在这儿，来吧，哇，这个肥呀、啊，好大呀，这个，这个吸力了，给它摘一摘，洗一洗，带走，今天注定是鱼的专场啊，这一条鳗鱼，这个确定不活了，这个，你看看，活吗？不活了啊。上面还吸了一个八爪鱼的爪，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，吸它腮这个地方就一个单独一个爪，没见八爪鱼，可能是把它八爪鱼要吃它，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呢，收了。今天的水好浑啊，你看海星驾到，通通闪开，海星来了。哎呀，这叫派大星，那鱼我已经养起来了哈，因为我要回家吃活的，给妞妞回家吃活鱼才好呢。一个，两个，两个海星。哎呀呀呀，这海星好小啊，咱就不要了吧。咱来海边碰到这种小海星的话，说实话我不建议你们收，因为太小了，它就是个宝宝，海星宝宝。哇塞，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头一次见呀，鲍鱼吃蛤蜊吗？你看它的小触须还在，哎呦，哇，整个都包起来了，哎呀嘞，哎呦，这也太棒了吧，这也，鲍鱼，哎呀，收了，就是有点不太好拿呀，这还一个鲍鱼，这个鲍鱼没有吃东西啊，哎呦，哦呦，吸住了，哎呦嘞，这它的腰力可以呀、啊，你这，鲍鱼应该是腰比较强。哎呀，带走！这里又一条，这里又一条，这里又一条。哦，这个活，这个活力可以。这个吃东西了吗？这个没有。哦，今天一下收获两条黑头鱼。哇，来吧，活的啊，眼睛透亮了，给大家游一个。还不配合呢。哎呀，来吧，收了。你看看大腮。哦呦呦，大蛤蜊来了。哇塞，这蛤蜊，今天要发现这几个蛤蜊。都好大呀，是吧？哎呀嘞，这三个我都拿不过来了。你看，大吧？这个地方是石头，不会有。哎呀，哎，发现货了，八爪鱼又来了。哦呦，这个八爪鱼吸在这个石头上边。哦呦嘞，这都进去了，这都来吧，你给我出来。吃小螺呢，在这儿。哎呀嘞，可以啊，
熟了吧？小八爪，不对，这是大八爪。海星，这个海星翘翘着，这个海星就这样，两个品种是一样的，但是颜色不一样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，哼，不光是后边不一样，前边也不一样，真漂亮。你们说哪个漂亮？你们看见了吗？鲍鱼呀、啊，不仔细看你们是发现不了的。这就是我的赶海经验，是在吃东西，没有吸，是活的啊，动了动了动了，哎呀来，真好啊。这就是我的赶海经验，所以说带来海边一定要多看看多瞅瞅，明白了吧。咦，这透明的是个什么鱼呀、啊、我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啊。哎，这是比目鱼吗？应该不，哎，又好像像，但是它又颜色又感觉不太一样，好小啊，但是已经挂了，你看没？在这儿吧，让它，我也不带走了，太小了，吃不着，在这儿让那些螃蟹吃吧。你看这个石头底下，哎呀，这个八爪鱼来，在不停的蠕动啊。你看这个地方水好浑，就是它弄的。你太不老实，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你直接给我出来吧你！哎呦，腿太长了，腿，你看，从这儿到这儿，出来！哎呦呦呦，我的天哪，好大呀！这个也是，脑袋如此之大，你是吃什么长大的？你看大吧，好大呀！海星又来了，这个比较大哈，咱就把它收了吧。好脏啊，身上，给它洗一洗。这是五角海星。这还有两个，这个太小了，不要了。这个嘴还可以。哎呀，又一个大圆杆，大圆杆，两个大圆杆，不错哈、啊，带回去。